这个时候就是要交给那我们可能要狙呢，因为他们唱不上去。OK， 好，好。这是我去阿美族的小学，就是港口国小带音乐课的时候学会的一首歌，我好爱好爱这首歌，所以我就把它学起来。这样，那这几年呢，他们的生活方式真的感染了我非常非常的多，我都觉得明天的太阳一定是一样的。虽然 Ella 老师永远都会说明天的月亮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明天的太阳一定是一样的，这样，所以都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温暖。所以我很喜欢阿美族的部落。日去东方，谢谢老板。昔我留意沙达，沙古乌吉达，罗摩啊阿尤沙都嘎古安努巴巴成多哈伊那。安努鲁摩哇尤沙都嘎古伊那阿玛萨里嘎嘎玛波鲁提波德都提仁阿姆阿卡都比哈拉特都提仁阿古耶呀。是中文跟阿美语放在一起的一首歌，那其实这几个位置。
尝试用阿美族的族语去写歌哦，其实写了很多首啦，但是我的老师说这有点还好，我们换了，所以我就换了现在这张专辑了。但是我很感谢他叫我换歌，因为他把我逼出来了，我又重新写了七首歌这样，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子做这样，所以我很谢谢他哦。用自己的泪水来试图感动爱情，感动那颗从未为我跳动我的心灵，而孤寂的声音有谁会记得你，就连最终可耻的幸福都无法触摸，翻开那些陈旧的往事才发现自己都是一个人，仿佛这世界属于我，眼里那萤火虫在梦中飞舞，我还在等待什么，还在等待什么，
之后还有虫，所以他帮我拍一下，我吓一跳。